当我故意和前妻无理取闹。那你又来了？我来你家洗个衣服啊，洗干洗干。你干嘛呀？你能不能换双鞋？你不喜欢我的拖鞋？现在换双正常鞋。换双正常的鞋，我偏不换。我给你换双绿色的拖鞋，我再给你换个黄色的拖鞋。洗干洗干。不是它外面脏，又不代表我手脏，好不好？我没说你手脏，你洗个手又没有什么坏处。那你不就意思我手脏吗？你都腿了，难得去。哎呦，我就抖，我非抖，我就抖，抖抖抖抖抖抖抖。你不是来洗衣服吗？你去洗。哎，你让我洗，我就不洗。你能不能别老指挥我呀？你知道你就一直指挥我做事情，让人讨厌的。我又不是你的士兵，你越指挥我就越不想干，你知道吗？我帮你洗。那更不行，你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是我洗又不是你洗，你别老把你的意愿强加在我的身上好吧。你随便吧，你反正不洗这衣服穿了。哎，我说你家洗衣机什么情况？洗衣机怎么着你？什么叫怎么着我了？我衣服放进去点启动没反应，这洗衣机坏了。这坏的洗衣机你要洗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把门关紧了？跟关门有什么关系？这洗衣机质量就不好，当时你听我的买个桶式的多好用，能这么容易坏吗？说了我关门了，怎么说你都不信是吧？这是我的问题吗？是你家洗衣机的有问题好吧？不是你当时听我的，买个操作简单的能有这个问题吗？你现在这坏了都不好修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不来你家试一下，他只关紧了。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？没看你不顺眼呀。你刚才看我那表情就是不顺眼。看洗衣机不顺眼啊，明天就把它给换了啊。你别装哈，看我不顺眼就直接说，别藏着掖着的。好了好了，给你熬的绿豆汤，一会儿再给你做点好吃的，行吗？笑啥？不生气啊？没生气。真没生气啊？我都演不下去了，这么作你都不生气、啊？你今天都是演的呀？啊，我故意的。哎呦！哎，你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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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你刚才不说不生气吗？你一进门我看着他我就生气了。那你现在在发火？你今天怪怪的，我以为你在外面不开心了呢。今天就给你当一会儿垃圾桶，让你当垃圾。